今天才星期二，不要急，轻松过日子就好。啊！32零钱也要这样跟我讲。玛莎，嗨嗨，最近过得怎样啊？因为你总是非常努力，我有点担心你会不会努力过头了。爱担心的玛莎。好啊，再给他回信，倒是莎莉没回信我。嗨T恤。嗨，哎呦！那种80年代冲浪音乐吗？有点像。奇怪，空气中是不是飘散的樱花变多了？这表示花要谢了吗？感觉是哎。棉儿，为了学习，我在世界各地旅行，见识不同种类的时装。方便的话，可以请你协助我吗？换上一套适合的衣服给我看。OK， 可以哦。童话世界的服装搭配，柔和的可爱搭配，或是会出现在童话或绘本里的梦幻服装，给我看看。哦，贵族大衣，这样的感觉配合出一套符合童话世界风格的服装吧。先看看这个，哇，这好像是国王在穿的。那穿他给的衣服就可以了，不是吗？只要再把其他的地方配一配。这个也很可爱啊，这个同不同化？我实在是不知道标准在哪里。这个呢，芭蕾舞衣。这个呢，这个算同化还是美？这个呢，哎，这个啊，同化风洋装啊，它都已经写在上面了，应该是这个吧？难道是这个？这个。然后配个蝴蝶结，大蝴蝶结。还有什么？
这样。哎、欸，没有红色鞋子哎、欸，只剩下水上运动鞋。有没有可爱风鞋子啊？只剩下这个了，好像只有这个比较合一点。我都是买运动风或是长靴之类的，就没有去买可爱的鞋子。早知道应该要买可爱的鞋子。头部。这颜色还蛮配的，可是这个应该不是可爱风吧？这是什么风？清洁风？我看还是这个吧。可是没有，可惜没有粉红色的。童话好像很少人有戴眼镜哦，好像就这样了。这样可以不知道可不可以？还有什么吗？好像也没了吧。棉儿跟那个娟儿姐妹有什么关系吗？我怎么已经忘记了？都不聊天。可以哦。原来如此。太棒了，简直跟我心里想象的一样，是最理想的服装搭配呢。没想到你竟然组合成完美符合童话世界风格的服装搭配，我真是太感动了。我也想拥有你这么优秀的品味，真的非常谢谢你。台风屋优惠券。兑换3000零钱以内的商品。原来是消费券啊。哎、欸，白拿两套衣服哦，不对啊，这是袜子，凯斯袜子，完全没有知名度。要是你不介意就收下 ，OK 啊？凯斯，真名棉儿 ，OK。刚好有一件完全符合它的主题的衣服，还蛮刚好的。但是我还是想要换回我今天想要穿的。为了提升知名度而亮相散步，还没出名的时候很重要。这什么东西啊？线香盘。散落家具、餐具。这又是什么？简单壁板，要这干嘛？隔在室内隔开来用的吗？可是这个太白了，不太好看。动力装其实看起来肚子一圈这样子，有点胖胖的。
哦，在做东西，在做什么？精美玫瑰花圈。我想知道。黑木黑木，精美玫瑰花圈。哦，是还蛮好看的，可是有点太华丽了，而且要橘色玫瑰，那哪来橘色玫瑰啊？我们岛上就没有。感冒了，去买药给他吃。来吧，哦，两个鱼都摆上来了，而且还换位置，跟我上次讲的反过来。这是药。这药还真厉害，这个没有我想象那么苦，太好了。总觉得舒服多了，你的药很厉害，不是？是便利商店的药很厉害。无线电话。现实中也想要有这种药啊！无线电话是长怎样？哦，好黄哦！哦，有了，星星碎片，瓶中信。天才杰克，难道是那个杰克吗？那个人气很高的三度力。黑幕黑幕，三度力什么斗力吗？啊，是那个风来的西莲穿的戴的那个，或是那个古时候的僧侣，还有吗？还有这个，这个应该没有用了啊。跟很多人推销过了，但我还是想问你要不要出价买一下安全帽，多少零钱？770还 OK 啊，买了。哎，安全帽不是那种机车的那种安全帽。啊？是这样的、啊。这跟我施工帽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是不一样颜色而已。这个淡妆，我本来嫌它不是很好看，我不想做的。可是你们都说要全部都做出来才会有东西，那看来我也只能做了，我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了。
那就拿出我 RO 打小鸡的气魄，把他们全部做出来吧。好多、哦。总算都做完了，看起来蛮整齐的，这样子算做完了吧？真是多东西，真是多。这样的话，明天就会寄什么东西给我的意思吗？总之都做完了，耶！又在吃糖，哎、欸，可以送他东西了耶！但是我现在没东西送。那个棉儿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？捐棉麻，所以他们三个是捐棉麻。咖啡店制服、欸，哎、欸，这还蛮好看的。黑色跟红色都好好看。哦，骑士皮外套，这个好帅。芭蕾舞纱裙，哇，这怎么一片一片一片颜色什么都没有？哦，还 OK 了。对话框短裤，这是内裤吧？不过这还不错哎。亮片洋装，突然有种风尘女郎的感觉。哇，好亮哦！哈哈哈哈哈哈真的礼貌哎、欸、我喜欢这个赞眼罩是拿来干嘛的？如果送给村民会怎么样？有人送那个眼罩给犀牛还蛮好笑的，黑色口的，哇，这个不错啊，都买下来好了。这个性感丝袜，怎么有拖鞋？室内拖，买这样子，裙子也要一个。白的好了，好贵，好可怕、啊！看起来好像要干嘛，穿起来真好看、啊。我只是图方便而已，把他们全部都……先脱下来。you
耶、yeah! ！虽然这样有点不太搭，但是还 OK 吧。穿白色裙子怪怪，这裙子有点长，这样 OK。觉得帽子不搭啦，主要是帽子不搭。那我把眼罩送给安古斯好了，呵呵，看他会怎么样。其实白色的裤袜比较合，白色的裤袜好了。白色的帽，这个根本就是那个嘛，那个怪盗基德。好贵，好贵，好贵！把它送给安古斯。在家。安古斯跑哪去了？刚刚不是看到他在哦，在这里。这个给你。我现在就。真的很合你的胃口吗？颜色也不太对。这是鼻罩吧？都盖完全盖在你的鼻孔上面，鼻罩。而且没有贴住，这根本是 OK 绷。它只是放在上面而已，赞呢！哎，软糖出现了，找半天找不到的软糖在这里。有什么好害羞的？等一下，他一直看衣服，没办法送他东西。刚刚明明可以的。谢谢你精彩的捧场哦，姐姐有注意到我了耶。软糖，你看完了没？算了，买衣服买到没钱啦，丢人哦！园艺推车，我连园艺推车都做不出来啊！哎呦，这樱花花瓣会跑到那个湖的上面，飘在上面，还蛮漂亮的。诶，哦，会耶，会耶，会耶！
刚刚不小心跌倒，还弄脏了最喜欢的衣服，心情不好。哎，有生气的表情了。该生气的时候还是要生气。那送你一件，哎呦，那送你一件衣服。你要这个吗？跟我一样款式哦。这样算是好，这样算是高兴吧。哎、欸，不错哎、欸。它颜色跳一点还不错，还是比较好看。总觉得后面好像有点没穿。这件就送给雪美，请收下这个。为什么是吓一跳呢？哇，看起来更胖了。不过我是故意的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超好笑的。啊！我是不是应该把家里的一间房间弄成是樱花风格的？比如说左边那间厕所，现在看起来很丑。这里真的很丑啊，干脆把它收起来变成樱花风格的好了，就来弄好了。没有樱花墙壁，先用这个代替。啊，还有时钟哈，时钟。啊，樱花花瓣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对在这里。然后这个在这里。好，这个墙壁没有樱，还没有樱花的墙壁，所以先用这个代替。不过看起来还算是有点怪怪的，目前也只能这样了，因为樱花的方程式实在是有点难取得啊。如果没有特别去弄那个气球的话，真的是很难取得。樱花堆应该可以再多一两个吧，反正我樱花很多。不过这样子房间再加上壁纸的话，最后加上壁纸应该很不错吧。放个什么？没有赏花季气氛的音乐啊，那个吧。而且不能坐在地上，好可惜哦。
哦，这样也还蛮不错的。灯应该可以再多一个吧。好，画完了，今天就是安古斯了。All right。刚刚还在安古斯面前掉下蜂窝，然后他还吓到。我把蜜蜂抓起来，他还松一口气，这也蛮好笑的，只是没录到。好，那今天的动物之声就先玩到这里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大家拜拜。马杀剑竟然已经换下来了，那么不喜欢内剑吗？算了，至少他不是秒换下来就算了。马杀过桥的背影，哦，没过桥，啊，过桥。气球，哦，金气球，完蛋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金色弹弓，黑幕黑幕 ，King 哦，帕金科。哇，好浮夸的弹弓啊！要一个金矿石哎、欸，金弹弓是不是不会坏啊？还是会坏？还是会坏就感觉很浪费。下次做来看看好了，爽啊！